第六章，金属精神。一行人回想稍早吓人的爆炸，并决定乔特和姑姑得去调查，事不宜迟。穿越魔酒令人神清气爽的野外之后，乔特和姑姑来到了特拉格山。两人奋力登上陡坡，设法爬上山顶，才能把那场爆炸仔细查到底。爬了一大段山之后，两人来到一处高耸的高原。
两位英雄攀上陡峭的崖面，爬上了山上更高的高处。有没有传承特拉格的英气吧？克隆说道。而古古接受了他的挑战。